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并不敢吃哎、欸。宝鸡吐了。我们是不是买错了？我们是买到毛吃的东西哦。我还想吐哎、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小刀，你是谁？我是谁谁谁。谁谁谁啊？今天谁谁谁你来做梦？我们买了。水，对，我们现在前面呢有三个特别的水，尤其是这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陈醋可乐、嗯。看到可乐就以为是可乐啊，这个人，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欧导游哎，比较像钢琴。你这个怎么这样子的颜色？对啊，可乐啊，你看你的醋来的吗？这可乐吗？是真的蛮醋的哦，因为你这样黑，黑醋、哦，原本的可乐的颜色，你看是真的蛮。哦所以不是叫做可乐，就是这个可乐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试喝这个可乐以外，我们要喝这个椰汁水，不是椰水啊，是椰汁水。中国很流行这个东西的，主要是看到一个美女在前面，所以才买的。Thank you。还有就是这个经济柠檬水，这个你是看到身高才买的？没有，这个其实不错的。像我们现在喝哪一个先？这个。好，这个先 ，OK。开。这边来中间。Let's go。如果我现在跟你讲，我忘记按到录影键，你会讲啊？我傻死。哈哈哈！干杯。啊，就有点白白这样，裸裸这样啊。就味道很有味道。就那样了。就感觉柠檬水哦、嗯，很普通啊，你看，就这样哦。老板，你也不要上镜呗， okay. 你花了那么多钱剪一个头发。哎，不过这个哦，很止渴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吃了火锅，很解腻，很解腻，对。OK， 下一个， Next 想一下这个你喝的感受，收收啊，然后如果满分五分啊，你要给他多少分？三分啊。满分五分，嗯，它不难喝，就是，可是还是很普通的水。对啦，这样。它就真是解腻罢了，没有什么特别。哦、OK。椰子。美女水。对的。这个我感觉有点。嗯。不过其实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哦，它有档口是专门是喝那种 fresh 的这个椰汁，其实是很好喝的啦。然后所以就看到哎有这种包装了，就买来试看喽。还是看美女、嗯、对、okay ，重点还是有美女。哎，中国喝也是因为有美女，美女现场煮嘛。20块耶。哎，一杯对。闻起来没味道嘞。看到我觉得它是几分啊？它是分。嗯。它是椰水加椰肉边的。你我可以这个。它是买女来的，它是真正的买的。味觉很淡嘞。啊。淡有味道嘞。好喝。我喜欢喝，就好像稀释了，稀释到很薄了的椰浆水，嗯，应该是掺了椰水，嗯，会吗？嗯，这个也是很止渴，现在会不会是我们刚刚吃了火锅，然后我们现在喝什么都很止渴？哎，好喝的，它有一点像个水，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水，多可能？你阿酱喷了。就像你们在煮咖喱那个，那就不一样好吗？咖喱嘛，没有这样的呀。哇，真的是不甜的这个水，哦，蛮意外的，它并不甜啊，但是它椰味没到很浓哦，它就感觉稀释过了啦。这个我们是在那个新开那个叫什么店啊？思佳客。啊，我们在思佳客。我只看过它的那个包装的那个，我没有看过这样子瓶子，嗯，都是看那是那个包装。所以有还有卖包装的，但是我们看这个瓶子美女，所以我们就买瓶子了。Next， 你还没有讲感言。嗯，好喝啊，我给四分啊，四颗星啊，哇，分数那么高，这样现在我们就要喝这个了，这个我看你应该会给他五颗星了。快点来吧，玩游戏的哎，有点出个味道。哎，有气的嘞，有气的嘞。OK， 另当的。有气的醋。有醋的味道，真的。有气，有气的醋那个。哇。煮可乐啦，可乐鸡翅。咦，真的有。不能拿这个，老魏。等下，我先喝。哇，老魏哥，你们看。
哇，欸、味道，它是好喝的，哇，它是好喝的，哇塞，可是它是好喝的哦，好喝吗？你看这脸是这样。它有醋的味道，醋就可乐跟醋，你喝它是加了醋的可乐喽。对对对 ，OK， 我喝一口啊，是好喝的，它又有点特别，有点酸酸，好像我们吃鱼翅放了醋下去，然后还。哇，我想吐哎！好喝呢，节目为你五颗星，给他多少星？五星，负五星。OK， 我可以给师傅。谢谢你啊，喝完了。给资本对你喝完了。你给五星啊？好吧，你喝这个。四星啊 ，OK， 喝完了。好喝啊！有没有天打酒味道啊？哎呦，天打酒味道！有。你看一下，这怎么有点香？是，闻起来就真的是铁打酒的味道。有没有小时候？我不要，我一个喝下去，刚才差点吐哦，差点把刚才的火锅吐出来。是真的是有点。哎、欸，可是它 OK 嘞。你有读清楚吗？它会不会是吃的太甜了？哦，那个苹果醋酸。苹果啊，没有苹果醋，有点苹果醋的味道。有苹果醋的味道。苹果醋我喝过了，会很好喝的嘞。苹果醋。有那个花椒味，那个。有苹果醋的味道。就看跟这个有没有像，就看这样不一样啊！苹果醋，我们加了苹果醋，就看一不一样味道。我觉得是一样，这样吃就可以了，你不用改盖。你们苹果醋是这样子倒水加水喝吧，是吗？不一样味道，这个香多了，那个真的去打酒来的。这个更臭好吗？这个臭臭苹果，这个很臭好吗？哇，这个酸，这个酸呐、啊，这个酸味罢了嘛。这个臭，那个真的去打酒哎，那个你这个才臭啊！你我看一下，你搞不好是写推拿用的，推拿用的，你拿一次哦，你不要喂。你是想把这个哦，再加那个可乐一下子？我知道了，喜欢你有这种癖好。是的。喜欢秀这种电脑会。这个良品铺子啊，这也是在十家购买。很出名的那个良品铺子。对。所以现在你要吃哪个先？现在你现在有江鱼仔，然后有那个。江鱼仔吧。可以吧？下酒啊？没有酒，开酒啊？来喝醋啊！天打酒，天打酒啊！他的鱼这么大只的，这个乃是江鱼仔哦。看下，哎，是不是很像沙江鱼？差不多，好像我们每次接那个吞面纸啊。刚刚吃的沙江鱼。买过。这个很大只。看下。这味道我就像那个。那个每次去那种买那种海产啊，对，那个沙爹啊，那个味道一样，就倒出来给大家看，就知道我们像我这帮大只啊，江鱼仔。明明就说好了是江鱼仔，你的仔嘞？哎，这会不会是给猫吃的？好像给猫吃的嘞，这个。Everybody， 看，这么大个，这么大只哦。它不是江鱼仔啦，蛮多只哦。倒 branding， 它没有写是江鱼仔啦。这么大一只哦。倒 brand， 只有100。它是讲有去除内脏了的。其实闻起来哦，它味道很香，味很像我们每次吃那个一包一包那个沙爹那种干干那个沙爹鱼啊。哇。它没有那个。一次了过后，每个人没有声音了。我觉得我家的猫会很喜欢。下酒了，可能叫下酒了。上次它没有什么腥味。可是下酒不少，不是应该是比较鲜一点咩？它就是太淡了，真的。真的。它没有味道，很淡，它就有点淡淡的鱼味哦，然后又没有到那种腥味一样，所以。没有惊喜还可以吃啊。你直接没有惊喜，对。是这样子吃哦。你就不会想再一直去吃啊？整天吃到配酒，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我再打酒。等一下，我再打酒。有下酒的吗？蛮多次了，就是觉得还好而已。no， 还好。来，青狗，好，下一个。哇塞！这是什么？土豆哦，姜子的土豆。像薯条这样的，
这个没有那个 zip 没有那个黏的那个嘞，吃过这个没有？然后就吃完了。所以它这个证明哦，那个东西是你没有办法吃多，吃两下你就吃。它是真的难吃。这个就可能你一开就要吃完它了，你就能哦，难怪。哦，难怪啦。它里面独立包装的，嗯，一包包，一二三，一包装，啊，四包，哇啦喂，咸虾鸡呀，才四包哦，烧烤味，它全部一样味道嘛，烧烤味，烧烤味，一样味道，开一包就好了，一包来试 ，OK， 一包大概是这么大包，称重是没有写，但包装是写120克啦，有。有看着这边十一，这好像每次买那个，这个像你家猫吃的那个湿猫条，好像一个猫吃的那个鸡胸肉，它一点狼牙土豆的样子都没有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包装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现实是这个样子的，跟猫吃的好像。哎，我们是买错了，我们是买到猫吃的东西哦。啊，那个脸焦焦了。哇，我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并不敢吃哎。他跑去吐了。哟，像吗？猫料啊，就很香现在的味道。好像那个印度人呢。香料的是吗？马铃薯啊。印度人煮的。吃好吃的样。啊 ？OK 啦。够吃。很辣，二整啊。没有辣，辣它是烧烤味耶。我觉得它太绵了，很辣。不太绵了，如果还没这样黏，可以了，味道 OK。你，嗯，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。哎，醋还不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还是我的醋。应该是你吃了醋的关系啊，所以你配没有这个。我是不喜欢它。我觉得它太辣了。怎么还烧烤味都是辣的啊？所以它整个里面都没有写它有辣，可是吃起来很辣哎。Not one of the day. Not one. 所以今天最满意的你就是觉得这个啦。Yes. 饮料，饮料方面呢，我是觉得这个。这个，我比较喜欢喝这个。我以为你说这个。这个不用比的吗？这个有什么水可以过下来？这个没有在我们的那个比赛的。对，那肯定有人过下来的。这个呢，我是觉得它太淡了一点，因为我在中国喝的很浓，它那个椰子。很香的，因为是 fresh 的。fresh， 它也是写 fresh， 可是很难喝。嗯，还不能喝了，还有一次，蛮 OK 的。嗯，那就比较淡了一点。哎，它是用真的是鲜的。讲罢了吗？广告吗？美女也是广告。肯定修图的嘛。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了。好难喝啊，这个。结果他讲好喝。OK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啊！如果你们有这些饮料有兴趣，你们也可以去买，在思加客有卖，在 Mix 也是有卖啊，我是没有卖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订阅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下期你要挑战什么？下期我们下期可以开盲盒，好像是盲盒啊。OK， 下期挑战开盲盒，然后你去挑战。这个是鱼人参补药精啊，对，鱼人参补药精，我觉得味道不一样，因为鱼人参呢，这个补药精味道是酸酸的嘛，还有酸梅水一样的，带甜的，喂，降甜了没？太久没有甜了，要来，喜欢的，是真的，真的，这样哎，真的是很像，哦，原来它这个有补药的功能。啊，所以不买鱼人参补药精了，买这个就好了。点击旁边的小框框，观看我的更多视频。